卡板、麵包、姜茶，撐佔領者抗十八度冷雨夜。Hello，Hello， 有冇人要包？講咩啊？一阵阵东北季候风，更兼连夜雨，搞到突然冻咗四五度，帐篷都湿晒流水。但一早见到热心市民将窝心早餐送到占领区撑学生，当堂暖翻晒。有留守者话：夜晚真系好冻噶，好在有市民送暖粥啊、姜茶啊，俾佢哋暖胃，先有能力坚持守落去。旺角就有市民送上卡板。俾示威者垫高帐篷同物资，以防雨水渗入。有留守嘅学生都话，朝早起身冻到牙都震埋啊！而物资站嘅义工就话，好彩天气冻之前已经有市民捐咗大批毛毡，暂时足够御寒。而家最需要嘅系卡板。不过天文台话，一股较凉嘅东北季候风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，听日气温会系19至23度，仲有阵雨添。星期二会回升翻去最高25度，而之后又跌翻。所以记得要穿多件衫，长期作战啊！记住，全城挚爱，全城健康，中大中药全城，认知中大中药全城，万灵独卖。